节目要开始了吼，新闻之声联播。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是新闻之声 FM89.3。咱每礼拜二暗时九点至十点一点钟的时间，由阿翔、小弟、老国祥为大家主持《台湾人心声》，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是西元2020年3月24日，旧历3月7日。啊，这礼拜话题来讲一寡只啦吼，就讲政府咧侮辱家己吼，老王卖瓜，我看这是讲举世皆然吼，啊，真侪国家拢安尼做。但是如果呐一言堂的媒体吼，啊，干咧讲家己好，啊，无咧检讨家己的，有当时啊做歹的代志时阵啊，安尼就不可取啦。甚至啊，更加无好吼、哦、啊。那么当然啦、啊，咱就是看着讲，最近刑事局吼、哦、啊，讲记者会讲咧查处这假新闻咧散播一挂什么巴拉圭遮个送口罩遮个吼，啊有影无这代志啊？啊，咱要安怎来看吼、哦？啊，煞咧来看咧讲，如果若一挂即个历史个代志吼，若讲真离奇，佮无符合逻辑，尤其啦。不利台湾民主发展的时阵啊，啊，咱想这一定有疑点吼。若要疑点的话，阿翔就教恁几啊招过啊吼，讲为这个做这个代志的主要的人士的本质、真相、结果吼、哦，来做一个预判，也是讲来做一个推论啦吼。啊，这個、差不多拢会准啦。啊，尤其咱爱靠看这个吼。哦针对这个环境、时空、环境的条件，吼，哦，袂使讲一概而论，但是总是爱平心而论啦，哦，爱站在客观的立场，尤其啊，爱徛伫国家甲人民有利的方向的角度来评论，安尼较袂失格差啦，吼。啊，所以咱来看讲，尤其这几年啊，哦，安尼渐渐代志一个一层一层来显出这个原形啦，吼。啊，因为咱这个历史吼，我想，因为即摆即台湾的历史大部分拢是即1945年以后啊，大部分拢是李登辉学者来写的吼。啊，咱就知影讲李登辉即台湾的历史，毋是讲无贡献，但是咧，咱是看伊讲伊受着蒋经国的栽培，啊，到底是安怎受栽培？即历史吼，甲即阵2020年的选举翻盘。伊派王彦金伫国党安尼咧组成的中间呐，咱有发现真济只真相啦。所以咱毋知讲历史爱重新写，而且爱好好来认捌这历史，你才袂去惯行冤枉路啦。啊，是啊，讲诶，啊，民进党全面执政，啊，不但无要直下边啊，啊，煞咧民主拢伫倒退路，这都爱看这历史的演进吼。尤其咱头仔咧讲诶，从伊的出生的本质。背景的本质，甲伊的言行逻辑的真相，哦，啊，甲这个有利他人，也是有利家己私人呢，的这个结果啊，来做一个综合的评论，哦，综合的探讨，安尼较袂失格差啦，吼、哦，啊，尤其咱咧讲啊，世界民主国家无一个甲前总统安尼关遐久，甚至甲即阵也唔放人诶，吼、哦，那咧尤其是面对家己栽培家己的温情人，家己共党诶。搁安尼咧做事啊！我想台湾就正做一个上无民主的国家之一啦，尤其上无人性的国家啦。安尼是台湾人，你面要倒去扛啦吼！啊，所以咱前半段先来讲一个出口转内销，毋是讲袂使，但是你若讲出口转内销的话，你啊看这事实还是无事实？如果即若讲啊，都为了国家好哦，即摆防疫啊时阵哦，我当代志拢刷刷去，安尼是另当别论。但是咧，但如果若即种方看作世界的笑话时啊，也是讲这是一言堂的媒体所做出来，安尼咱就感觉讲安尼真正不可取啦。因为你若会去人骗，会去做假，会去用即款的小做小补的话吼、哦，有可能未来。你就是趁火打劫，吼、哦！尤其咱来做一个评论，就讲，你想最近唐凤啊，唐凤伊也咪卫福部的，吼、哦！你讲陈世忠哦，做好做歹，搁一回事啊，大家拢讲伊做真好，
但是啊，伊讲超前部署，啊，有人讲，咱十七年前拄着 SARS 时啊，啊，比尔总统迄当阵就已经超前部署啊，因为咱到迄当阵就开始有负压病床，而且咱的疾管局等等的拢按部就班咧做，咱已经有经验，实际咱的健保拢有真完整的配套措施，所以台湾人随时唔惊讲无看医，无法度看医生，还是讲惊大病去检查，啊，所以讲这就是问题之。哦，袂使讲把这个功劳拢塞到家己尔，啊，且无必把前总统啊以前上功劳这来藏在一身边，安都袂使。啊，有人讲啊，是毋是请阿扁啊出来讲吼，啊，把以前的这的经验带好这个新的政府车吼，啊，较有法度做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啊，我想讲啊，都袂要动人的招咯，佫叫伊出来讲吼，安、尼大家听有啦吼。哦啊，所以我唔只讲唐凤吼，照讲伊什么代志，何讲哦？日本的即个东京诸事咧甲学了，啊，原来就是啥？原来伊就是食饱伤闲吼，啊，去别人的媒体去查讲啊，人到底咧创啥？啊，结果发现讲东京诸事即个吼，即、這个小池百合子即个吼，等于是东京首都的市长。伊写一个字，用中文写字体时啊，写的简体字啊。其实日本人用中国字写简体字是足时尚啊。结果伊写吼，那是有真加无啊，讲哦，你个体吼，唔是迄个简体字的体，你要写繁体字的体是安怎写？啊，结果人家东京都知事是讲哦，好啊，你加无啊，但是啊，总是我爱甲你。多写一下吼，因为日本人啥礼数真悬啦，礼多人不怪嘛。何况你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部长吼，啊，人虽然是一个大东京的市长、主事嘛吼，啊，人嘛是甲你吼勉为其难来讲哦，啊，礼多人不怪，我写你讲哦，啊，好啦，感谢你吼，唐凤啊来接做新的纠正啦。啊，结果咱的媒体吼。即讲哦，哇！我咱的唐凤哦，安尼替日本防疫哦啊，获得东京都知事的这个百合小池子的赞赏哦，所以咱做真好。大家有看有这个消息无？其实讲啊，如果若真正内行的吼，你唐凤是呐，食饱伤闲呢，还是讲哦，啊，写提台湾人的纳税钱？啊，是去替别人做代志安尼啊？啊，是讲你私人做诶，啊，你著甲各政府著无关系啊。啊，如果你若是用政府诶名义去啊，你是摕人民纳税钱诶。啊，你太会用去替别人咧做代志，何况啦？照讲你是一个资讯部诶政务委员，你是网络有关诶，电脑有关诶，难道日本请你去写伊诶程式吗？日本诶程式？哦，什么任天堂等等的，包括 LINE， 拢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的这个网络、甲电脑的财物、甲这款的技术，够比人较歹，够比人较少。你唐凤是日本人来当，敢有算一个什么一号人物？所以你若无，啊，当然你佫讲哦，你替对日本防疫、日本吃俄罗斯，吼、哦，啊，甲你感谢，安尼就有问题啊、哦！啊，天来看，行过河，啊，走去人个土地，啊，去共帮忙，啊，你若无政府个授权，啊，你摕阮个纳税钱，咱个政府遐济代志也爱阁做，好个代志也无咧做，啊，你写咧限制台湾人个一寡脸书，啊，是讲遮个网络个问题，等下我来讲。所以安尼是。大家要好好思考咧，吼、哦，袂使讲哦，这媒体写的拢讲对的，你要看伊内容到底讲啥啦，包括啦，讲什么英国哦，啊，这个记者哦，啊，拢在学了讲台湾防疫偌好多偌好，我咧讲哦，好是咱咧讲无唔对，但是别人的国家敢一定讲真正迄落，啊，而且人查出讲，啊，这是 BBC 住在台湾的这记者。啊，咱嘛知影讲，即届大选的时啊，驻台的记者，尤其像即 BBC， 也是讲 CNN 有几个外国的驻台的记者，
拢是用台湾人啊，啊，用台湾人，遮人拢是共同庆功宴啊，就是去予这政府，那是包吃共款啊。啊，伊等这里变啥？变做用出口转内销共款啊，啊，不然内坐当出口，安尼啥对？吼、哦，啊，当然啦，你要甲外国讲哦，台湾的形象真好，迄大家也袂要紧啦，吼、哦，也袂甲你见怪啊。但是你袂使讲啊，互记者媒体拢袂说一味孤光送毒，哦，啊，咱即卖的即个防疫啊，尤其啦，你想顶回什么中研院啊，哦，已经研究45分钟可以筛检出来的这个技术啊，讲世界第一啦，啊，人家查起，唔是咧，中国发现时就咧已经。差不多有快筛，啊，无人是咱发现讲几千个、几万个例子啊，迄就是因为有快筛出来啊。等到人咧讲，嗯啊，台湾那拢安尼20几个，即马100几个，要变200个，到底是啊啦？表示咱无快筛的技术嘛。啊，如果老公已经有成型啦，最起码嘛要变量产啊，因为每一个快筛拢有一个数据嘛，啊，一个数据可能啊几百块、几万、几千块啊，啊，你敢有真正量产出来？你也无量产出来，人美国已经真早就快筛出来，所以人只纽约、洛杉矶安尼直直爆发出来，人个就是已经快筛检测出来嘛。啊，咱无也无讲，咱是渐渐慢慢安尼去检测，安尼一个一个步一个出来，就是表示即款45分钟快速即个筛检的即个试剂个技术，也未真正量产出来，而且嘛毋是世界第一个。这个发明啊，讲发现的啊，所以这咱来讲啊，哎，凭实而论呐，袂使家己讲家己赢，敢毋是啊？尤其咱来看着讲，这刑事组啦，啊，讲查着讲这个巴拉圭，这媒体写一个讲，哦，咱台湾呐、啊，哦，上100万的喙单呐，啊，甲这防疫设备啊，哦，上哦巴拉圭啦，啊，内底佫写圈呐台湾呐，啊。当然，一只网友就是讲，嗯，啊，唔是讲苏贞昌讲袂使出口啊，啊，是啊，有100万的喙咱送去遐咧，啊，咱外交部讲，嗯，唔是啦，是就地采购啦，哦，啊，所以讲啊，安尼是你这个是违反社会服务法、啊，吼、哦，啊，散播假消息，啊，要诋毁这个政府啊，啊，但是啦、啊，咱来做一个评说论啊，如果这是巴拉圭的媒体，主流媒体哦。听讲是 ABC color 啦，吼、哦，对 ABC 的色彩，即、這个诶刊物嘛是主流的刊物，伊报纸刊出来哦，啊，若刊出来就表示有事实啦。何况各位卖头啊，签啊台湾的，即、這个诶箱啊，几啊万箱的箱啊，诶，即个卖头，哦，最起码几百箱、几千箱啦，哦，因为发一箱装几个喙单嘛。啊，听讲一万个喙人，啊，咱个外交部讲，啊，这是就地采购啦，啊，但是咧，根据巴拉圭迄个一个讲药房的主席啦，哈，因叫药房主席，那想讲啊，诶，那是健保的这个主委迄种的吼，药房就是咧船上这个药面的这个主席啦，啊，叫做一个哈，瓜地亚，这个名。无一定啊，咱毋知收伫倒位吼，袂要紧。啊，反正即个律师啊，伊咧讲啊，即个巴拉圭无生产喙胆啊，啊，所以即喙胆绝对拢爱为外国进口啦。啊，若安尼是吼，有两个途径尔嘛。因为中南美的人拉丁族吼，以前真少讲用喙胆啊。啊，所以若要真正有100万的喙胆生产啊，毋是为美国，啊无就为中国，啊无就为台湾嘛。因为即个生产量只有遐济，佫有法度讲有剩嘛好，还是讲无剩的进前讲加减用分一寡互人嘛。啊，若讲即为台湾出去哦，可能也无遐简单啦，因为台湾印出去，若讲印全啊台湾哦，自我矮化国格哦。安尼就讲袂过啊嘛！啊，若中台美国讲要印即款签了头啊啦，而且美国敢会讲直接送个巴拉圭，迄个较无可能。
上有可能就是为中国甲送过。那呢是咱的外交部都要讲清楚啊呢，因为你就地采购，啊人讲迄边都无咧生产翠兰，啊伊其他的国家都无遐济翠兰通送，啊就表示迄因为遐中南美的真济国家拢需要台湾啊是中国生产的物件，尤其即卖台商大量去中国投资的话，大部分拢是经过中国台商为中国出口去啊。啊，毋则较合理个通，因为伊个用印矮化国格，啊，像个矮化国格，矮化台湾个国格，迄就是中国较会讲印圈啊台湾嘛。啊，咱个外交部佫讲哦，啊，无啦，即以前拢安尼印啊，嗯，啊，以前是印，即以前啊，啊，即摆如果咱若要送予人，咱佫予人现嘴白讲矮化咱国格，啊，你外交部你敢讲会过吗？所以我毋则讲啊，即刑事组吼。即、这个时阵要甲查水表吼，安尼是台湾人你都爱公平啊。尤其啦，即毋是甲巴拉圭呢，听讲阁有尼加拉瓜呢，同款情形往即个圈到台湾啦，你敢讲会过？阁另外一个啦，讲委内瑞拉嘛有讲咱送五万片啦，啊有诶讲五千、一千，啊不管啦，反正人迄边诶媒体就讲，加一个首都卡拉卡斯即个。用一个迄个国会议员叫亚尼兹，哦，讲即个较友善台湾呢，啊，所以需要催咱，所以咱紧来送过，哎，啊，毋是讲袂用出口，啊，五万片尔，敢有一个中国遐大力要甲你生产，安尼迄小部分来送去遐，我想嘛无啥可能嘛，啊，所以迄个伊敢印台湾尔，媒体嘛讲台湾，哦，我看拉丁字我无一定看有，但是伊也无看签啊台湾啊。尤其委内瑞拉2017年时啊，川普就甲伊断交啊呢，甚至甲台湾嘛拢几乎无来往呢。啊，是啊，咱遐好心去人道救援呢，何况委内瑞拉自2016年开始造访金世吉北伐时阵啊，政经官部了啊，还有以前个政经看民事，因都有咧检讨咧传。咧等于咧讨论时阵，就是讲哦，赵方金洗钱有洗去巴拿马，转去哦委内瑞拉替中国洗钱啊。因为委内瑞拉就是较亲中，所以为2000年开始，这个查韦斯这个总统就开始渐亲中。当初是奥巴马甲小布希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啊无也无紧啊。是川普讲安尼，美国的后花园竟然让中国势力大了，是不是啊？所以要挟讲，你若无甲中国断绝，啊，我绝对甲你断交，甚至要甲你经济制裁。所以委内瑞拉唔只即卖安尼伟大不掉，而且经济安尼等于通货膨胀率啊几千倍，所以人民受不了嘛。所以唔只是2019年1月改选时阵啊，国会议长选调临时政府成立，美国来承认这个，但是啦。旧的这个总统马杜罗，伊嘛无爱承认啊。甲即阵嘛是还咧亲中的马杜罗，踮啊独裁啊。哪咧是台湾？你这个何必谈伊口水讲？人也无要求，伊去美国也也未讲要求你替伊做人道救援啊。啊，咱台湾人啥替中国人道救援啊是安怎？所以你外交部嘛敢讲清楚啊？啊，人无请家己来啊，乌面做事讲。所以，咱好啦，做你讲啊，为着人道救援啊，为着加减交朋友啦，不一定因个反对党阿拜嘛会哦就任啦，啊哪咧是？啊你爱甲人民讲清楚啊，啊啥要去查咱个网民呢？即网民是讲你讲签啦台湾，伊看不，伊讲安尼你不但违反出口口罩，啊而且。矮化国格，他唔对，矮，甲你讲，签了台湾矮化国格，就表示这是本土派，是绿营支持者嘛，是看袂惯你蔡英文的外交部，即阵两手策略，两面手法，啊，这边讲迄边，迄边才搁咧做这个代志，哦，而且咧解释讲，哇，这种世界拢啊，哦，这是中华民国台湾呐，你看世界都讲中国台湾呐，安尼你搁咧骗啥？啊，上严重就讲，啊，你刑事组。一看咱就知讲，
任何人民拢有来批判政府的，甚至来监督政府的这个权利嘛，敢毋是吗？啊，你如果若国巴拉圭、中南美这些媒体拢有凭有据，有这款的报道，人民来质疑这政府，何罪之有啊？啊，那安尼是爱国，何你一个人讲啊？啊，这款的绿色恐怖，安尼咱咧支持民进党是咧亲自头壳一口咩？所以吼、哦，先来落马啦，唔好去用看未起啦，吼、哦。啊，所以咱即摆除了安尼来看，咱来看讲，即摆真侪离奇的、甲无合逻辑的代志，吼、哦。啊，咱要注意来看。当然，咱之前两礼拜拢讲了李登辉历史嘛，到底是安怎？伊无偌久，1945年、1946年、1948年加入共产党，啊，尾啊一寡只的清算的时阵，有讲第一清算时啊，伊也去用问一阵啊，尔几工就换转啊，上迄个无互关，搁放你转来时阵啊。涉税，甲你栽培去外国咧读硕士，甚至尾啊，康奈尔读博士，啊，阁用等于代代来教书，那呢是，人讲啊，即款的这都是有小啊梳头，甚至啊，甲栽培做绕别的可能啊。啊，唔只讲，咱甲看讲是啊讲，1970年当小蒋的崔台青的时阵啊，因为迄当阵。肃蒋案嘛，4月10日肃蒋案嘛，所以一家加强来崔台青啊，啊崔台青要做啥？迄当阵林良港做台北市长吧，还是台北港做内政部长吧？啊是啊，无要再问，啊是啊，随过一年随叫李登辉入国民党，然后1972年小蒋的蒋经国拄好接行政院长的时阵啊，等于是一个地下总统啊，因为老蒋的身体歹啊。啊，副总统严家淦也毋是啥物款式啊，所以上大个款式就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嘛。啊，蒋经国虽甲李登辉提升到政务委员，政务委员等于是第二号人物啊呐。以迄当阵蒋经国个款式来讲，就李登辉等于第二人号人物啊。啊，那安尼是党外会去哦梳头地痹，包括毒品。所以，咱来去查李登辉维基百科的时阵啊，发现讲原来国民党栽培李登辉1964年要去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读册，甚至用亨利路斯甲蔡文同款的宋美龄，也是国民党的基金的会去送伊去栽培的时阵啊，伊过境日本的时阵，才去见黄昭堂。所以莫怪黄昭堂1991年、92年为日本回来时啊，讲迄当阵是台湾独立联盟回来，哦，啊，随去予李登辉梳头，安尼即历史就会通啊嘛。所以我讲，那安尼是李登辉伊自2001年啊，叫一挂人成立只台湾北社，要演变只台湾北社内底人啊，最主要迄几个。林义雄啦、李鸿禧啦、顾宽民啦、王美秀啦，甚至副社长是迄吴三连的囝吴秋民啦。啊，吴三连甲李登辉好甲要死的，表示这背后就是李登辉啦。因吴三连已经过往啊嘛，做过台北市长的时，吼、哦、啊了后，也有这个李小芳做副社长，甲这个谢志伟。当我迄当阵的外语系的这个学院院长做副社长，所以李小芳甲谢志伟原来就是相当于李登辉人，莫怪即卖也拢受着蔡英文的栽培去德国啊，吼、哦！啊，迄当阵论文代志，是迄个2011年时啊，伊嘛甲一挂人去遐母语论文啊，所以李小芳嘛好，陈医生。戴宝春、甲谢化民这四个历史学者，几乎拢是李登辉的人啊，等是伊用写作啊。莫怪伊这几啊年台湾写历史啊，咱看几乎拢是照李登辉交代的写。所以我唔只讲哦，阿咧阿雄已经伫这个台湾的历史中间啊，
发现一寡意外真相啊，表示啥？咱遮台湾的历史爱电视啊，因为讲李登辉如果若要甲接受这个蒋经国啊安排一寡人绕边啊，一利益党外的阵营，安尼是一柯信良甲林义雄的美丽岛事件中顶的遮，安尼咱来看讲，那安尼是台湾历史无电视吼，啊台湾人真正看袂清楚嘞吼，所以啊，这就是阿雄。这几集最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个一个议题之一啦，吼。好，咱一半段先休困一下，等下再过来，多谢。好，上半段，等一下呢，当然历史真精彩啦，吼。